No one knows when it'll be their moment, but I want to be well prepared for mine.现在刚到香港尖沙咀的 K11， 今天约了，上午已经录像了，可是 Pure Fitness 就是我平常用的健身房，有个机会就是当他们一个不能说是代言人，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拍摄广告类型的，然后基本上这会员就可以包，所以对我来说是个说法。本身也平常在这个健身房训练嘛，上午是球场拍摄，然后下午是健身房拍摄。看过视频的都可能见过这健身房，挺漂亮的，里面有草地啊什么的，比较大 ，high ceiling， 然后也有个北欧挺的板凳 ，Nordic bench， 所以肯定会做几下，因为是个比较象征性的动作。Oh, see the calf. They got the see the calf. Oh, yeah. Oh, no, they actually had the see the calf before, but it was like, the see the calf was hidden, yo, it was hidden over here before. 录摄影师录我。今天太阳还不错。No one knows when it'll be their moment, but I want to be well prepared for mine. There's no limit to what you can or can't achieve. It's the daily work that will get you there. Pure, energizing one's best life. 靠长相充满变奏，每日训练只要无休止进步，再多对手都撞唔到我 slam dunk， 攻斗自然成。Turn on my mind. 球场上充满变数。每天训练只要无休止的进步，谁也阻止不了我灌篮，公道自然成。 Turn on my mind。刚才练完力量，跟平常在上海的一个朋友聊了一会儿，然后现在坐地铁回家吃饭。今天感觉有点饿，可能得出去再吃第二顿 second dinner。回到家了，刚洗完手，然后准备冲点 cherry juice， 就是 cherry concentrate， 帮助睡眠的。我一直还在找矿泉水的赞助，如果有什么公司想赞助一下 ，looking for a sponsor， 今天不扣了。刚才吃完饭了，现在写一些笔记，计划这一天，包括需要做一些事儿，然后就准备去训练。现在喝茶，吃蓝莓，喝大红袍。现在走去训练，今天的计划就是先在球场训练，然后完了以后在户外那儿练会儿力量，可能也有机会晒一下太阳。今天香港天气有点潮，有点热。可是也有点太阳，一直好像会下雨那种感觉，可是没下。反正练完了以后回去吃点东西，小觉一下 ，maybe 20分钟，然后傍晚再去健身房。今天是练上肢，因为昨天练了全身下肢、后侧、腰腹，在健身房嘛拍摄，然后今天就会循环回来到上肢，然后明天也会继续练力量，球场每一天进步。
car getting the working.现在刚训练完，然后我这一两天刚好磕个满分，椰子水矿货了，所以买了点其他牌子的椰子水，然后今天自己带了点蛋白粉，蛋白粉瓶子冲一点喝，因为 I have to be more diligent about protein intake， 就及时补充，因为特别是练力量完，哪怕走路回家之前这个小的时间段我也想补充一下，因为每天得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去积累好的营养在身体里面。今天街上很多人，可能明天是五一，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对这些假期的概念非常差，我只知道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有时候什么公众假期我都不知道， until it happens， 然后我在街上，哎，怎么突然那么多人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才发现是个什么节日。我现在准备回到中国移动去把之前买的电话卡去把它还了，因为我找到方案了啊，有个叫 QuickFox 软件挺好的，它是好像一种相反的 VPN， 就把网络再回到国内的 server 服务器这样的，反正百度网盘这些就会反正上传的快一点，所以有个朋友推荐给我 Shout out Steven， 然后现在就不需要像我以前想的那么复杂去买专门一个有中国大陆的 server 一个电话卡，我就直接用那软件，然后是个付费的，也不是说特别贵，对我来说非常值得，所以现在去把它还了。 Nope, we are not going to McDonald's。 哎，我这个之前买了个数据卡，我现在不用了，我想取消。有时候我在路上会上传一两个视频，因为这是我一天唯一的空档时间，就训练来回走路的，然后包括晚上睡前这些几个小时 trying to 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 虽然我发这些内容不会直接让我进步，可是这启发很多人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然后这也来回会再带给我正能量，然后再继续加油，所以我会坚持继续做。健身房练引体向上的时候，有个欧洲先生经常在健身房碰到他，然后他就见到我做引体向上，给我个提议，就是做的时候呢脚稍微指着，就是背别太弯曲，稍微标准一点，因为他说脚这样稍微直一点就有点像体操运动员，你见到他们做动作的时候就腰腹是稍微收着的，这能更利用核心，然后他说哪怕你会做的次数少一点，可是质量会更好 quality over quantity， 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也有点说法，所以今天就按照他那样的提示去做了，感觉还不错，确实挺挑战，就是核心特别是腰腹 like lower abs， 做的时候脚是稍微这样的，大概这么的意思，然后 wasn't bad。
classic 米线，应该点这个。咖喱，要碗这个。虫草鸡。对，虫草鸡汤。现在刚回到家，一会儿冲个热水澡，然后稍微拉拉伸就睡觉，明天再继续进步。Games don't stop.